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莲解佛经难作文，心语无量俱自解，读诵受持亦如是，如说修行者更难。好，各位比丘，我们从今天开始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四合力比丘尼操。比丘尼操通常说是南山五步，三大步我们已经学了，有的正在学，或者当来还继续学。尼操有很多人学过了，所以我是说学过了不想，或者不想学，可以随意随缘，可以不来，来耽误大家的时间。尼操很多人把书都送人了，听说很多人都没书，这个书发过的啊，发过的有人送人，没书了，说明说大家不太想要啊。就像高中考大学，大学考完了那个书就扔掉了啊，差不多这种情形，那就没有关系哈，这是个人的因缘。这个是随意，可是那比丘尼操啊，很多年前呢，有一直要求叫我带着大家学，因缘也一直未实现。去年因为我们办了这个升学培训班嘛，提到尼操，所以有强烈的要求，说希望我能出来带着大家一起把它读一遍，所以本着这意愿因缘起呀，所以今年呢，在安息期间开始啊，跟大家一起来学一学。讲解或许我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我估计是这样的啊，这个从各方面啊，不允许这个看书啊，体力啊，都不允许了，所以可能是讲完戒，这个讲完了也就不再讲了。因为在座的我们常住的几位法师，他们学得很好，学得很专心，很细致。起码都比我学的好，不是我谦虚，确实是如是，他们学的很好，但大家总希望我能出来带一下子，是抛砖引玉吧，这么一个做法而已哈。估计如果说我们一个月只有三次，这个还得很长时间才能够把它学完啊，也很多人不能跟着学到完，那就随因缘，有因缘我们就听听，没因缘自己学习也是可以的哈。所以大家呢，不要抱的期望太大，期望太大，抱怨就更大，失望就更多。不为大家平常心去对待，学一学。因为三大部学过了，学习尼操啊就比较简单。如果没学过的人，其他三部都没学过，突然间听尼操，可能有一些还搞不明白，听不懂。那么听不懂，熏习一下，做一个学习的准备。那已经学过的人呢，如果说这里面讲的有些问题或者不对的地方呢，请法师们
就是按照其他的，按照你原来正确的去理解，就完了。之前认为你比丘尼抄啊，与行字抄内容呢基本是相同的，这个形式当中有这个尼抄啊，有很多不具足，没有形式抄那么完备啊。我们为什么学比丘尼抄呢？因为比丘要教导比丘尼，每年就有很多问题来问，因为一子身上安下安居的，半夜来请教戒的等等情形都有很多问题。我希望教务处能够组织这么一个小组啊，把这些问题呢把它编成册，有人问就给他个册子就完了，免得整天回答，很麻烦。我们有根有据的查出来，然后呢有个册子，他问问题，他看在这册子你自己回去看嘛，省了很多事情啊。那么像我们常说也有法师说来问他的问题，他说在藏经里你自己找。这个问题太大了，藏经自己找内容太大啊，所以有些问题可以啊，可以这个编个册子，尤其下安居一大堆问题啊。昨天也有人写了个条子，就扔在我那个钵底下，那个钵枝底下，这些问题啊，你在哪一个班问你哪一个班的代课法师就能解决，很简单。你这问题很简单啊，他说问的是，安居受了七日法，去了三天，后来发现七天办不完，怎么办？这个很简单，你回到界内来呀，再受七日法，过一夜再受七日法，去就完了。这个是你们各班的法师都能够回答。然后又问上下安居今年闰月怎么摆？然后这个白有好几种，一种白法是属天的，一种白法把之前就把闰月叠进去。啊，律里面说，下安居之后，安居完了，后来呢，王就是国王啊，做闰月，之前不知道闰月，后来才知道闰月，后来就把闰月叠进去。啊，那么所以我们为了简单一点，说之前。这两个半月呢就不叠闰月，等到那个时间我们再叠闰月就完了，因为闰月是虚月啊。然后那个时候怎么摆，你到时候听我们文公司怎么摆，你不就明白了是吧？你不要提前问这个问题啊。然后说这个我们有若干个界啊，后山的先进处三门呐，那个界跟我们这个大界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那里住的人好护下而已啊。我们大界都有这个界标的图像，在怀元楼，就是课堂前面那个石头板那里，你到那里去看看，哪里到哪里就可以了啊。安居生或者普引班不知道的，由代课法师可以带他们认识了解一下界相，这个问题就完了啊。所以这问题要把它编成册呢，让后人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，这比较好一点啊。所以近年来因为有比丘尼要求的也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先对常住师父先学习啊。他们要求本来要到山上来跟我们一起听，然后我拒绝这种做法啊，因为这一起听比较不好。怎么呢？到时间搞不好就是扫一下就扫上去了，知道吧？把手机拿出来扫一下啊，所以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些事情。故此了，我宁可辛苦一下，我今天讲，明天到山下去跟他们讲啊，就是避免一些麻烦。就是我们单纯常住的人难种，这样就这个比较如法一点嘛啊。那么这个比丘尼抄，我从去年春天开始，从去年春天到今年七月为止，我是很认真的学了六遍，
然后在要来之前，我还是粗略再翻一下子。那么现在，比过去带着大家学三大部还要认真一点，为什么呢？过去大家不懂，我可以忽悠大家，现在大家都懂，忽悠不过去，所以说我就认真一点。所以以前讲的三大部很多有一些出处啊，那么具体的一些不懂啊，我就是这种略过去，现在还是不敢啊，他必须要告诉他这个具体情况啊。以前三大部我带大家学的时候还没有学那么多遍，没有那么多遍，现在更小心谨慎一点啊。那么通过这么学习发现呢，泥抄跟形式抄有很多问题，有很多问题。因为古往至今很多人怀疑说这个泥抄不是宣祖的著作，但通过内容来比较，我也发现是这样啊。那说是同时代啊，宣祖当时住的西宁寺里面有一个叫道士，道士他写的《法印珠林》啊，那么里面那部书介绍当中就有提到说道士写过比丘尼抄，写过比丘尼抄。那么后人也有讲这个泥抄里面呢，里面的内容呢跟行持抄有一些出入，当我们在学的时候会发现。我在此没有认真学之前，我看看差不多嘛，以前的方方而已，我都差不多啊。我说你们看看行持抄就完了嘛，就这样。后来通过这一年多的认真学习，逐字逐句的去敲，乃至引文的比对，确实有很多问题啊。他我看总结这么几点，一个是这个他排的篇名呢，他虽然三十篇跟行持抄三十篇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不一样啊。那今天是把它切一下子，那两张图表比对一下。那没有关系，他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，大略了解一下就可以啊。泥抄与四抄的区别，你整个表在那里就好了啊，这样就可以啊。大家知道这么一个情形，因为形式抄分的这个什么呢？重形、质形和共形，它的次第排列是如是。但是泥抄它不是按照这样套路来，你看那个画的线，它就是前后次第完全是一个交叉的，完全交叉的，不是按照那个来。泥抄内容有，形式抄都有，形式抄有的泥抄不一定有，比如说结膜啊、导珠化幡啊，这个里面就没有，这头陀啊也没有，这有这么个差别。这是通过这一次的比对哈，然后你再下一个表，啊，这个是泥抄跟毗尼讨要，毗尼讨要是道士写的，你看它内容基本上没有交叉那么多，可以等线，你看劝学。它也叫劝学，偏句它也叫偏句，结界它也结界啊，等等，它这个篇目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内容引文也基本上一致，也基本上一致。所以说泥抄应该是道士写的啊，他们现在一直都认为说是道宣律师写的，我们就是如果不是学，它有不同的内容呢，我们不得不把它点出来，不同的内容点出来而已啊。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两个表，你就可以比对一下他们的出入差异。根据这个讨要当中去发现，它真是里面内容很多一致的，引文也是一样，那么它的语法也有点相同。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是偏次内容
不一样，然后呢简历也不同，简历就是形操比较多广，那么比丘尼操就比较简历，有的几句就带过去了，不一样。那有些观点不一样，但是它观点是不一样的。观点怎么不一样？我们从文当中看出来。我这里只是没学到，先跟大家提一下。比如说卷一当中啊，里面有提到说这个三十三页第七行那里就有大尼，不过我们现在版本可能不一样，麻烦了啊。我用的是这个哈、啊、五部这个本子，我用的是这个本子，别的对不上，你文你听听就好啊。他说大尼就是大比丘尼与斯叉尼呀、啊、是共住两宿，但是行持操是三宿，他引的是升起的文，升起的文就是三宿，不能超过三宿，然后在明朝是两宿，这不同啊。第四卷当中有提到，他说这个夫妇不和，两口子不和，如果比丘或者比丘尼去劝和呢，在尼超当中犯难，在行持超当中无罪，这样的一个区别。然后比如说结界的标象，尼超一直强调一早之尺八，但是行持超说两个绳能够识别相就可以。然后呢尼超说颤相坐着也得，坐着唱也可以，行持超强调说要立着唱，就是站着唱相，这观念不一样。那么坐揖呢，故就是旧故坐揖啊，尼超说随意坐多少重都可以，行持超说故揖大揖是四重，然后呢七揖是两重，他有先例。比如说烧故金，就金坏了不能用了怎么办呢？尼超说如果烧掉呢是无罪，行持超是有罪，犯轻罪有罪，他这样不一样，观点不一样。引文当中也有不同，引文当中不同比如说他在十戒当中，就是这十戒篇当中啊引的是这个爱道经，其实出在福田经不一样。那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有很多地方，比如说劝学当中引的他说的是涅盘经，其实是出在摩诃摩耶经，这也不一样啊。那甚至在行识超的序文后面宣祖有引出当时的所谓的伪经，就是翻译以及经书编录当中没有这些经典，当时有流行这样的经典呢，先祖说是伪经，可是在尼超里面恰恰引的这些伪经，比如说净福经啊，应供经、提位经。第四卷当中提位经啊，就是次第他随解释随戒当中次第的五十四条恶心咒主戒，又讲的念南无佛，他引提备经说南无佛是怎么解释的，他难者归，无者命，佛者觉，此云归命觉，又难者理，无者大，佛者受，此云理大受。这个在其他地方也讲说这没有这么解释法的，没有这样解释法。然后呢尼超引的这样的文，那么行智超说这是伪经，所以说这个观点看就是不一样。比如说序尼，这个我们比丘尼超当中的序众啊，序众他比丘尼要住结摩让他续众，大尼也做法的，一年当中可以度一个大比丘尼，然后呢有斯叉尼有沙弥尼这样的规定。
然后第二年呢，第二年如果要再续，在行事操当中说隔年呢还要再语法，还要再做节目，为什么？得如易退的缘故。但是明超说不要，做过一次就不要了，这个观点就是就不一样。好，那语法上不一样，比如我们通常说生即否，合合否，泥超就是生即合合，它一这两个合在一起，一起的，这回不同。在十戒篇当中的受衣，受衣的词慢一多罗僧应量作经受词，但是我查了诸文当中都没有加个应量作，只是都说词此慢一多罗僧经受词，他没有加个应量作。受波应量气哈，词不多罗应量气，他说经受词。通常其他的文我们查的是什么呢？应量受常用故，是不是这样？应量受常用故，他说的是应量气经受词，就是这个语法上就有不同。还有他解释这个十戒篇当中的沙弥，我查遍的我观察那一句话就整整花了一个晚上，就是诵完经开始一直查到睡觉没查到啊。他说沙弥什么意思？劳之小者以修道劳也，劳动的劳，劳之小者以修道劳也。他说这句话出在哪里呢？出在耶舍传。历史上也出现好几个耶舍，有佛陀耶舍啊，达摩耶舍啊，那么江良耶舍啊，我把这所有的耶舍传都看到完，没有这句话。他就看得或许看得不够仔细，诸位大德你们回去帮忙查查看啊。我一直都觉得都没有发现沙弥有这么解释，我们说求记啊西辞啊通常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法，然后他在泥钞里面是这么解释，没看见啊。然后这个先读戒相里面，通常我们说不得犯不进行，不得犯不进行，这是出一些戒篇当中，他说不得淫欲法，不得淫欲法，这个有点不同啊。甚至受十戒请和尚如果允许的话，为我做和尚我们通常都打耳可耳或者经济莫翻译，他直接打好，这个很奇怪的，我认为没有的，他打好。但是后面受大戒还是打莫翻译，有这样的打法。然后呢他剃头的时候，我为你剃除顶法许否，他的那个要剃头的人说打好，这样这语，我觉得这是语法不同。那么在弘一大师在宣祖的年谱当中有提到这么一句话，是不是？有吧？在宣祖的年谱里面讲说，这是为宗时，为宋时所传。他说为宋，就是泥钞应该是宋时所传。以西宁市道士又名玄辉所传。玄辉那个毗尼讨要他落款就是玄辉，玄就是玄义的玄啊，玄坛的玄，辉就是苏心盘做个君字所传。那么泥钞与四钞比较奇异颇多，就弘一大师讲的，他也没说不是或怎么样，他只是说他这个观点呢有很多不一样，我刚才只是跟大家点一下而已。那么我前一段也查了毗尼讨要的一些内容呢，跟泥钞的内容相近，这有可能是一个人的著作。在开元寺教录和法院诸林里面宣祖的著作当中的编列当中呢，就没有比丘尼钞，没有比丘尼钞。那么后人什么时候把它编入宣祖的著作也不知道，这无从可考哈。那有待诸位去学习去研究啊。这次跟大家提到这么一个事情，那既然说是宣祖的著作，我们就这么读呗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打开序文。
虚文的落款还是啊，道宣，道宣术。元夫别解脱戒，始至入院之初。元夫原来别解脱戒，因为比丘戒通常称为别解脱戒，最早开始治理鹿野苑，当然鹿野苑比较简单 的上来比丘度，五比丘开始啊，没有那么多 的事情，只是略教戒而已，就叫鹿苑之初。毗尼赞终被鹤林之后，鹤林就是佛入灭的酸树林，因为树林变白了，鹤是白色的，变白之后呢，就是佛入灭之后到今天，就是毗尼 的流传过程。遥自其中找尽释一，遥这个遥就是通我们那个窑洞那个窑哈，烧窑那个窑，哦，这个字很少出现的，是陶炼治理的意思。意思说七众之所以成为七众，是因为戒法的不同，因为各自修的戒法不一样，所以叫陶治啊，依戒法来分别，依戒法而成七众的差别。找尽，找是专事，就专研的意思，尽有鉴，就是照见啊，明鉴那个鉴，就是有评量鉴定的意思。那么这个释一是指着人释一，释一有法释一、人释一，还有行释一。行释一就是一树下坐啊，禅起时啊，那个坐叫行释一。法释一的依法不依人，那是叫法释一。这个叫人释一，指的是内凡为一，出果为二一，二三果为三一，四果为四一。换句话说，四依都依戒而成庄严啊。找镜就是庄严的装置，穿衣棍来照个镜子干嘛的庄严啊。那么这四依的庄严正果皆依戒力。下面这一小段都是赞叹的佛陀出现世间传法的不同法不教的过程。慈分三义五天，佛慈悲啊，他把法布以五天，就是五印度啊，五天足，不是五天，就是这一二三四五天，不是了啊。德音波以三界，佛的教法不但在欲界、世界、无色界天都在传播佛的法化。由是坦群类之余途，正行林之逆散。以师父的平台，群类就是属于众生有情，各类有情，各类有情，佛皆去度化他，以是呢能够平整各类众生的光明大道。余途，余就是平路啊。途就是路的意思，道路。整寒行林也是指的有情，群类跟行林意思是一样的。逆散就是指着说从小就失去父母，在异乡他乡啊，背井离乡那一种，没人去抚慰他，那这个地方呢佛去。我们一直漂流在三界，就像逆散一样，失去父母一样，没有依靠啊，去造业，去轮回，故此佛慈悲去救济这些啊失去父母的人一样，就是叫逆散，从小失去啊亲人的意思，得到安宁。为四身之标志，作六趣之周寒者也。这两句话其实是一样的。四身六趣，众生分成胎卵湿发，这是四身；六趣就六三道三恶道，叫六趣之周寒，皆去度化。这是一整段佛度化的过程。然后下面就讲到为什么要讲这个。这个字弥超的呢，
乃至比丘尼的出现呢，实有爱道一人，舍一五百，舍一是指五姓，就是贵族五姓当中之一，就是释迦族当中 的不同的称呼法，像具堂啊、刚浙啊、日种、舍夷、释迦，这都是属于五姓之一，叫舍夷。大爱道一个人领着释迦族的五百十种礼，我们通常的五百十种礼啊，叫舍夷五百。数方音，数就是数士，数士他们种植的善根啊，方音就是好的音呐、啊。数就是有种植的意思，树立的意思。家生远住生民业国，他的名声，大爱道的名声，以及他是种女名声非常的远住啊。然后呢，他也了解佛法的意思的声名业果，妙达苦空，妙达佛的教理，基本教理讲苦空无我的道理啊，乃能厌恶生死，以是夫，乃就是以是夫能够远离厌恶于生死，喝毁家法，就是不要成家。家法有种种的，跟劳役一样，所以就叫毁矣家法。出家、舍家，先要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啊。所以在《涅槃经》里面说，有人不是出家法，乐着生死不求脱，就是不知道出家法是干嘛的。那所以说，先要毁，就是你成家了，有家有种种劳役。所以就毁矣家法，平赞尊心求佛，请佛求度。平赞尊心，他仰仗着佛陀是他的亲人，他是大爱道抚养长大的嘛，请佛呢来度他出家。盖大圣玄鉴，玄鉴里玄就是很深的意思，很深的去造鉴，去衡量这件事情。大圣就是佛，佛深深的去衡量明察，知道什么呢？知有自行之功，却无逢传之力。知道说女人出家自己修行是没有问题，有功劳有功德，可是他对于弘扬来说呢，没有太大的利益，都缺无逢传之力，故逆子以内心，逆子就是不顺从的意思，不顺从大爱道的要求，制止他，制止不顺从啊，大爱道的内心的想法，恐将生于外劫，就将来会造来很多的麻烦，就是外来的劫使引申的很多烦恼啊，叫恐将来会有这样麻烦。姨母情热或者药都可以啊，姨母就是大爱道姨母啊，他的性情怎么样呢？非常好药以修道这个法门，爱众福田之福，他就是特别偏重喜好解脱福田衣袈裟的仪式，智慧法龙，就是毁容了，把头剃掉了。张练齐衡之士，他在齐衡金舍的门外啊，一直就是站在那里抗着啊。因请三请，请了三次，世尊呢，我要出家，能度我出家，断除烦恼啊，等等。佛随许之三请，当三请之间，前面三请他都佛都没有许可。因为后来阿难的情佛才允许的，因为那爱道尼跟五百师中里啊请佛剃度，允许他们出家，佛制止，那么他们非常伤心，在那里痛哭流涕。正好阿难从外面回来，阿难问姨母为什么如此痛苦啊，他说我们想出家，
世尊不同意。然后阿难说没关系，你稍等，我进去帮你请。就阿难就进去请佛，他说世尊呐、啊，阿道等500人想求出家，世尊说不允许。阿难就下了狠话说，他的姨母对你有恩呐、啊，他说养育了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背恩呢？不允许他出家。好嘞，佛这么一说，没话可说了。无语，他说那行吧，那就出家吧，是这样的因缘。已经出家完了，同意他出家了。后来佛告诉阿难，你那你这种出家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，你就拼命的下狠话逼着我让他你这种出家。他说让你这种出家正法减弃500年呢、啊。这下阿难一下傻了。所以就下面想说阿难忧戚啊，阿难忧戚，这就当心害怕了。他说在哀悼经里面讲啊，如果你众不出家，未来所有我的法传到哪个地方，所有 的国王百姓对我的弟子都非常的恭敬，恭敬到什么程度，地上如果有水有脏的地方，他们都会他的头发甚至他的衣服身体铺在地上让我的弟子踏过。因为度你众出家，将来的国王乃至百姓见到我的弟子视如粪土，这么严重。但你众一看到我傻了，阿难也傻了，原来这么严重啊。这就是佛的密意所在，允许你众出家，不是不允许，允许你众出家，但是有个条件，有个条件，下面讲啊，这正法礼和千年，我允许了，正法还是一千年，那下面是因五八净法的缘故，度你减其500，阿难忧戚，请度出家，佛令，请度出家可以，请要遵以八净。能不能把八净给它拿出来呢？有吗？没出来。好，八净，比丘必须要知道比丘尼的八净法，但是我们只知道很多人知道八净这个名称，只知道说比丘尼应该顶礼比丘，那其他具体的细节不太懂，尤其不学历的人，这个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，只知道拜，其他不知道。那比丘尼要懂了很多道理啊，很多道理啊。第一个是说，百岁比丘尼见初受戒比丘，当起淫逆礼拜问敬，淫逆就是淫和请啊，有这个迎送，迎来送去，礼拜请令坐。第二呢，比丘尼不得骂谤比丘，他不能骂，不能毁谤比丘。第三，不得举比丘罪。说其过失，比丘尼不能讲比丘的过失，那是举罪。比丘得说尼过，所以尼众很不服气，为什么可以这样？你们太不平等了，是不是？这完全是法义上的问题啊。那么第四，斯叉尼斯叉摩那以学以戒应从众生求受大戒，他受完本法必须要到大乘当中去求法，那么大乘要如实的给他们受戒，这要懂得。五呢，你犯僧禅应半夜在二不生当中行摩多陀，我们是六夜行六夜，他们要行半夜，他们没有别住的行法，要在二不生当中受戒，这个受戒随戒都依以身。第六条，你半月内当以身中求教授人，就是半夜半夜请教戒，这是八净法所规定的。第七，不应在无比丘处下安居，他下安居必须要有比丘，但是没有，你请一个比丘来这个做依止可以啊。第八呢，下气单一身中求自知，就是他安居完还要到自知的时候要到大乘当中去请法，这是当时所规定的八条。
这样呢，虔奉三尊，三尊就是三宝，比较虔诚恭敬的礼敬三宝，爱到闻持正法福堕，他爱到听到这样八条，他完全接受，当时五百十众尼也接受，现在有比丘尼颠倒，他们的组织是这么来的，他们说那是大爱道尼接受的，我们不管，因为你没有大爱道尼，你哪来的后来的比丘尼啊？这是颠倒的说法，就好像说如果当时没有佛陀的出世，我们怎么会有出家闻到佛法的可能呢？他们也亦复如此啊，就是他们你众通禅呢，他祖师当中必须要供的阿难，阿难起的请法的，他们感恩他是这样，然后再来大爱道尼啊，他们祖师都不要，他撇开了，把八净法施为所谓的男女平等，理性佛性是平等，事相善绝对是男女不能平等的，生理善心理善完全是有差异，所以就佛陀制定八净法，令两众和合共住，确立凡恨的清净，其意如是。好，即如来斐济，即如来斐济就是这个三点水的加个字啊，也就念即，即就是道的意思。到了如来斐济，露灭了，叫斐济，就是不再出现了。废日浅微，就是不在世间度罢了。女人戒得渐将阿涕佛露灭，女人慢慢的就变成不一样了。逢缘起战，遇到不同的缘就起很多的障碍，解禁生迷，对于很多境界上他们产生迷惑，随有明暗意图深沉疏去，明就是光明，黑暗就是黑暗，光明和黑暗的路走的不一样了，如果的明你就走黑路了啊，如果的有智慧明白毅力去持，那就是走的是光明的路，这样自然就会有生沉，有生有沉，生就是三善道啊，沉就是三恶道啊，啊所走的去向就不同，故此苦海去难，你去渡海，渡海要有这个湖南呐、啊，否则的话你就渡不过去。巨壑终为难渡，巨壑就是很大，这里理解为海啊，大海就很难渡过去。你没有湖南就很难渡过去的意思。涉土匪足，涉土匪足，你这跋山涉水没有脚啊，长途时不易行啊，没有脚很难。去行走啊，若为金丸赴池，如果不是很熟悉的去赴池，戒品理难坚固，就戒品很难达到坚固的手持，这是一整段。下面是作者谦虚，于浅遇道门，于浅就是我。这个田是谦子惭愧，我很惭愧啊，很早就这个在佛门当中呢听法学习修道，叫遇道门，早晨师训，很早就得到师臣的训导，智凯庸时暗顿，他是谦虚自己啊，自己感叹自己呢比较愚钝的意思，暗短。好，明落夜游，结于不已。他说上面讲了、啊，我很愚痴啊，就像在晚上走路一样，看不清了、啊。但是他竭尽自己的愚钝，但是他没有停止，这不已怎么样呢？消懒豪腾，豪腾就是笔和纸的意思，豪就是笔啊。我们现在毛笔当中有什么豪什么豪的不是？啊，腾就是指的是纸张，他说就是稍稍的写了一些著作，叫稍懒豪腾，
每一事可观，就遇到每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这在详心手，总是啊一再的去推究，换在心上，换在心手上，就是把它作为比较重要的事情。施牲口之官要，施牲口之官要，就如何的防治牲口，这是关键。然后呢，施慈犯之规禁，如何明白，如何是慈，如何是犯的明镜，勿存自简。虽然这样，他尽量呢去简单一点，说勿存自简，逐事审功，所遇到的事情尽量的审一些功夫，恐大本难通，劳而寡效。大本这里指的是律藏，乃至上大处而言，很难通啊。那么又很辛苦的去学习，又很难去返校，很少能够返校，故自之以限分，我所自的限分，限分是范围之内，界限分际叫限分，尊之以积见，尊之以积见，慢慢的去尊崇积累。有天地二化，天地指的是阴阳变化的天地二化，使和以自然，这样的规分一致的，像天地一样规顺于自然，意思说慈以犯，尽量按照律典里面来去这个著书啊。那符合于自然，齐鲁二变，忠贞至道。齐鲁二变这句话是出在《论语》叫《雍也篇》当中有讲。他说：“子曰，齐一变，至以鲁；鲁一变，至以道。道即是王道。”意思说，事情慢慢的发展的过程呢，使它慢慢的成熟，其意如是啊。我把这个原文有抄在那里，大家看一下就可以啊。齐鲁我们看到从齐国然后到鲁国这样的慢慢的变化，使它变得更加纯熟的意思，到了鲁国它就变成符合于王道的意思啊。那么意思说，这律藏的学习写作，乃至这个尼超的写作呢，尽量能够符合于道的意思。若文艺巨变，如果文和艺都要去辨明的话呢，复非抄则所明，不是记录泥抄能够写得清楚的，太多了，一理太多了意思，复非抄则所明。今这演贺诸篇，今这就是专门去核对诸篇的内容，戳其书要，戳就是取，摄取抄录最关键的历章三十，泥抄有三十篇，乐成三卷，就是刊或者刻成，把它归拢成为三卷。今所撰者用四分为宗，这里所写的宗旨呢，以四分为宗，诗文不具。诗文不具的四分，如果有不具备的，更将诸部补缺，更加就是将更加以其他部来补这个不足的地方。易简为易，易简就是简单容易懂的为易，兼以人语会通，人语就是口传，佛教很多有口传的啊，带口传下来。我们现在丛林里面的一些做法，很多都是这个师师相授口传下来。你说到底有什么文，有些没有的，只是口传而已。余之不尽，文路可行，还有不尽的地方啊。文字里面有比较明显的地方，有指示的，自己去寻找去研究，这是序文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是第一篇劝学篇。劝学篇
跟这个标宗五行之钞的标宗显德的内容差不多，意义是相同的，跟毗尼讨要的欠学也是一样啊。毗尼讨要出在续藏的第44册，毗尼讨要出在续藏的第44册，如果你们有兴趣去查查翻翻看啊。劝学篇分成三点，它比标宗显德简单的很多，简略的很多，简单就分成三点：顺意为损业报，就是顺戒持戒得到利益叫顺意，违背毁戒就是损害损失，然后呢会遭诸多果报，是这样讲。然后第一点，先是顺意，顺意者涅盘云，涅盘经出在北本的第27卷，欲借佛性正大涅盘，必须身心修持境界。其实这是一段，他又摘录涅盘经其他段的文，他本来没连着的。若持四经而毁境界，是魔眷属，非我弟子，我亦不听受持四经。这是世尊在涅盘经当中下了狠话，就是说若毁受戒，毁戒是魔眷属，不是佛的弟子。好，月灯三昧经，他引的月灯三昧经其实不是在月灯三昧经无文，是出在龙树菩萨为场陀迦丸说法要句，这个就屏幕上有啊，是出在这里。月灯三昧经没有文，这在大正赞的第32册里面有这个文。这里讲了，虽有涉足及多闻，虽有涉足，涉就是庄严的形体容貌，就是说即使有庄严的容貌，以及你出身的是贵族，这虽有涉足以及种种多闻，若无戒字，没有戒的智慧，犹如禽兽，虽处卑下少见闻，虽处你不是贵族啊，地位卑下的少见闻，他这不是多闻那种，能持境界名甚是，叫做能持境界，这就叫做成果甚是。这是出在龙树菩萨为场陀迦丸说法要句当中。华严经云，这个是出在60法言，你这80法言找不着啊，60法言当中讲的，这个60法言出在第十卷当中，就具足受持威仪教法，行六合敬，上于大众，心无忧悔，顺佛正法，不为其教，是故能令三宝不断法的久住。这就是说身宝的威仪很重要，这是外相啊。出出家通常得去装一装，装一装他就装装装装就装下了。所以你看净人刚来出家他威仪不具足，走起路来呀摇头犯耳啊。那么将来这个沙弥净人尤其净人阶段来告诉他们一些威仪，学太多理论是稍反，告诉他们威仪啊，要不然他们威仪不具足，就不像一个出家人那个样子啊。很多山下的人说平次的僧众到下山去，他们一看他说这是平次的，他说别的地方一看他就知道这不是平次，因为我们在这里一个群体如此的一个训练，慢慢的他就会具足这种威仪，这威仪很重要啊。马胜比丘当时就是因为他很庄严威仪啊，他去感化后来的诸大弟子，佛的诸大弟子，
出家，这就位移，你不要认为说那是装模作样，在公共场合的时候需要装模作样，因为他装久了他就装起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修行也是这样，我发现修行也是这样，先要装，然后人家就装就得装，他装他就这个习惯就是一种串习习惯了，他就养成习惯。你说坐在那个地方，我们现在都通常是挂腿坐，有一些在家的人他一坐他就搭上二郎腿，那我们就没有这个习惯啊，二郎腿或真的腿怎么搭也搭不上去，搭的会很难受啊，他就慢慢喘，因为在家人都是这样，那么需要这个威仪的教法的一个施设啊，这样呢世人会产生恭敬，产生恭敬慢慢的他们就会来出家，出家僧种不断，僧种不断就有佛法的传播，所以就让三宝不断其功德所在，这是华严经所讲，因为有戒你才如何去具足威仪嘛。又云就是出在也是六十华严的第六卷，上面直接这是第六卷当中讲的，戒除障菩提本应当具足此境界，若能坚持一境界，是则如来所赞叹。我们通常读的文是这样子哈，那有些地方说戒为无上菩提本，正确的藏经里面写的是戒是无上菩提本，我们现在有时候念戒为无上菩提本，有没有这样？有啊，应该以后就听见戒是无上菩提本，应当具足此境界，这句话也没有错。那我们现在的文里的若人坚持一境界，但是我们现在流通都是这么念，流通本的文都这么念，那么藏经里面的原文是这么写的，若能具足此境界，他写的是若能具足此境界，我们这里是是则如来所赞叹，原文是一切如来所赞叹，这有一个不一样，那习惯性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写在这个文本上是这样的啊，经文的本文不是这样。好，那么此法经云，此法经云也无闻，它出在衡水经，出在衡水经当中，衡水经在藏经的第一册啊，817页当中，里面就有衡水经的这么一段文，他说持250戒者，现世可得阿罗汉、比丘佛乃至涅槃，这是持戒的功德。大智度论的13卷里面讲，若求大利，当坚持戒，如惜众宝，如护生命，以戒是一切善法住处。持戒之人，寿终至时，分刀解体，经脉断绝，心不怖畏。这是智度论引的文，这个意义大家都明白哈。第十经卷第十说，第十经，这是第十就是第十经论啊。第十经讲的32相无差别因，32相它的因是哪里来的呢？都是因为持戒，也由持戒所得，虽然32相不一样，但是它基本的因都是因为持戒。若不持戒，善不得下贱人生，宽复大人相，大人相就32相了，8支随行好啊。此律指的是四分律第59卷，持戒之人得五种功德，一戒品牢固，二善胜诸愿，愿是指的，这里指的是四魔愿的，四魔愿就是烦恼魔、五阴魔、死魔和天魔，这四种是一个修道人的冤家一样的，这是要远离，他能够胜，持戒能够胜诸愿。三呢，众中决断无畏，是所以有一
为善能开解，无善能持毗尼令正法久住。这是四分律藏藏戒。十众律的四十八卷里面讲，佛法几时住世，佛法几时的住世呢？回答说，随清净比丘说戒法不坏，明法住世。所以说说戒法就是诵戒，诵戒法能够存在呀，说明佛法还在世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说戒法大家都念念戒本嘛，他前面做那个当白结摩至关重要。为什么呢？他身即和合，身是和合为一，半夜一和合，半夜一和合就表示相同，同一住处啊，那就叫做共住。戒条里面叫共住啊，力量相同，法义相同，这就是比丘义。他能够半夜一集，然后呢送戒条只是对照一下自己持以毁清净如何而已。那么前面那个做法是至关重要。上下部当中说，如果说诵戒不做当白，不做前面那个当白，那都不算诵戒，那就说明是完全体现他的和合意。诚论，诚实论啊，诚实论第十四卷，他说道品楼观以戒为住。这个道品楼观就是很好看的一个亭台楼阁啊，楼阁它必须要有住，那么戒为住，常定心神要有常定啊。那么如果没有定力，心非常的脆弱，容易受境界的破坏。所以呢，常定就像城一样啊，城墙一样。以戒为郭，郭就是外城，城墙呢，过去城墙，你比如说这个紫禁城外面还有护城河啊，来保护啊，好几种城墙的保护。郭就是外城墙的外围，要配戒印得入善众啊。那么你要配有戒的印，才能够进善众。通常如果说做法不清净，他要剪除出去啊，不在众中，所以说有戒印才能够入善众。五百问世里说，若持戒者即见法身，若护法者便为护佛啊。这个在行识抄里面也有引这一段文，行识抄的第三卷啊，第三十页就引五百问世当中的文，就佛入灭了，怎么才能够见到佛呢？佛说半夜说戒即是见我，那就是以佛为师，以戒为师，即是以佛为师，其义理一样。这是顺戒的利益。如果为损有什么不好呢？下面讲为损。大品经云，大品指的是摩诃波罗波罗蜜多经，就是罗什翻译的，不是玄奘的六百卷啊。这个灭真品当中，这是属于第八卷。我若不持戒，单堕三恶道中，善不得下见人生，况得成就众生净佛国度一切种子。一切种子就是能够证得果位，才叫一切种子啊。就不持戒，下见人生都不能得，更何况说能够净佛国度得一切种子呢？萨遮尼前指经，这是第九卷。若不持戒，乃至不得戒赖野干身，戒赖野干，戒赖身上长的毒疮。野干是什么呢？在吃点里面解释什么呢？是叫色干，它形如狗，身如懒，通常我们说它是狐狸这个样子哈。
就是说满身长的戒赖野干身都不能得，何况当的功德之身。功德之身就是庄严清净啊。法广经，法广经云，若佛子性清出家，这是出在四十八清戒当中的第四十三条。若佛子性清出家，受佛境戒，故起心诽犯其戒。原文是圣戒，诽犯圣戒者，他这就诽犯其戒者，不得受一切堂乐供养，亦不得国王地上行，不得饮国王水。五天大鬼缠遮其前，鬼言大贼。原文有一个落字，落入凡舍成欲宅中，它这里面有个落啊，那大理意思是这样，古人引文通常是这样啊。鬼不缠其脚迹，一切世人骂言佛法中贼，一切众生眼不及意其见。犯戒之人，畜生无义，木头无别。原文是什么？木头无异，他这个木头无别，别异别异吧，他这个有些出入哈。涅盘云，涅盘经云，涅盘经云这个不是涅盘经，涅盘经没有这样的文，它出在其实是出在摩诃摩耶经的卷二啊，有这部经在南北朝的齐谭行翻译的。摩耶经在藏经的第十二册，在藏经当中的就大藏赞的十二册里面有，它不是涅盘经这样啊。啊，乐号衣服，这是摩耶经里面有讲，乐号衣服，众意喜气。涅盘经这个摩耶经里面讲啊，八百岁佛入灭八百年以后。比丘会出现什么情形呢？好要衣服，然后呢众意喜戏。到佛入灭九百年当中的奴为比丘，婢为比丘尼，就奴婢来做比丘比丘尼了，就是身份不是很高贵的意思。到一千年以后呢，就不乐不净观，不净观修不起来了。到了一千一百年呢，就会回持毗尼。到一千四百年以后呢，复用三宝物等，是名法灭尽相，就是法要灭了，就出现这种状况，出在《摩耶经》当中。下面是《佛三昧经》，它的具足是称作佛啊，《观佛三昧海经》里面有提到哈。这是出在佛说佛光三昧海经的卷五，屏幕上有哈。凡四众经须受信施，然后他又讲其他种种过失，这个经里面讲其他种种过失。现在你看我要做什么工作，通常他引的这部经，然后我必须找到藏经里面这句话出在哪里，他怎么说，前后怎么说，会去看他，所以说这个工作量比较大的，要去翻才知道。下面这句话经文原文里面没有，原文没有，这是作者自己加上去啊。过杀八万四千父母等罪，那么他原文说犯四众须受信施以及等等等等情形，违法犯戒的事情会怎么样呢？临终的时候分刀解身，只是讲到这样啊。那么他加上的八万的等于是罪过还这么严重的意思。此律云出在五十九卷，有五种极灭正法，就是四分律的五十九卷里讲的有五种灭正法。第一，有比丘不诵律，喜忘文具，复教他人，文具不具，其意有缺，他自己搞不明白，教别人，这是一种情况。第二呢，身中，为身中圣人善作，依国所重而多不持戒，但修不善，后生反习，犯舍戒行。
诸位，这一句很可怕的，这一句这第二点很可怕。什么叫可怕？他威望很高，这个人的威望很高，为一国所忠的人呐、啊，像过去去的这个国师等等啊，一国所忠。然后呢，他自己的不持戒，也不鼓励人家去学戒，这样后人就反笑他，这样的过失非常重，重到什么程度？灭法，能令正法灭掉。第三，有比丘持法持律持摩瑜，摩瑜就是论呐、啊，啊，翻译叫摩达离家，此云也叫本母，也就是阿毗达摩的意思。持摩瑜持持法持经啊，就是持经持律持摩瑜，持三赞呐、啊，不教道俗，即便命中，他没自己有学有懂，他不教别人呐、啊。然后就命中了，令法断绝，很可惜，很有才，他没有去这个弘扬，去传播，啊，所以大家学在这里能够学一点，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有这么一个平台，让你去发挥呀、啊，带大家学习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缘，不要放弃这样机缘，自己去跑到外面去建庙，这个是。不太可取，因为你的影响没有那么大。你不要认为说我也想搞个模仿一个平行寺啊，有几百人在那里学戒，这都是很多因缘促使是如是。如果说你的因缘尚未成熟，你出去外面整一个地方未必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，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。从山上出去的不少人，他只是说在外面过过日子而已。啊，这次我也遇到几位，从平行寺离开的，然后他谈谈他在外面的一些感受，学了半桶，其实还没半桶，他在外面就是躺得很厉害，我们都半桶水不躺得很厉害吗？他没有半桶，然后呢去外面去呵斥别人，说种种不如法，种种非法，人家做节目他就呵责，让他节目做不成，所以说节目呵就做不成了。啊，律里面说，如果说你不同意的话，只能这样，没办法的。他的情绪多，然后去呵责，呵责他自己问他怎么做，他说我不知道。他说你反正你这做是非法，你这是啥意思嘛？让人家做不成呢、啊？人家有心做嘛，相似的做也难得，慢慢的他会找上正轨，一下子都那么如法如律也是不可能。人家送戒，他也在那里呵斥，说你们这个送啥子戒嘛？送什么猪八戒？这如何这呢？你呵斥人家，让人家送戒送不成，这是非常可恨的。不少人呐、啊，常住于不少人原先住过这里，离开到外面去，他自己又不好好持戒，他晚上吃东西说，他骂人家常住，你们不知道晚上为什么搞东西吃啊？让害得我也去吃饭，哪有这样的事情呢、啊？他说你自己把不住，他都怪别人，这是完全是错误。啊，所以不要急着去外面去瞎整啊，搞不好你就是这样。如果你这样的心态，完全是对弘扬戒律的负面影响。大家学好，认真去学完了以后，你明白了，因缘成熟，有人请你慢慢的去调整，只能这样跟他去商量着来呀、啊。你呵斥他，哪有这样的事情？啊，我再次遇到这个比丘，我躺了很久啊，他侃侃而谈，他说从山上离开的那谁谁谁谁谁如何这般，我说没办法，他我们又管不了他，他就喜欢这样啊，他学吗？在山上没学，他没有好好学，只是旁听而已，听完了出去就到处去乱讲，这样怎么样呢？这样子会坏。所以大家在这里有因缘，带着这么多人在学习，诸位法师们呢、啊，诸位法师们他们都学得很好，你们应该不惜啊，自己舍掉自己所有的一些个安逸来带大家学习，这个非常好。等因缘成熟了，你再来，不着急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去弘扬，不会让法断绝哈。
啊，有的人出去他能有机会，没有机会去再讲戒了，学得很好，那就浪费得要死啊，这相当浪费。我这你说干嘛呢？他就喜欢这样子，安逸，在山上还要供修啊，要上殿呐、啊，很苦恼啊。我说出家人那是上个殿，供个修，有那么辛苦吗？是吧？你这真的在平时住下来，习惯性的，这不辛苦吗？安居安居的，莫名其妙就过了七天了，明天八天，这么一摇一摇，每天维诺斯一抱一抱，你看减减减减减，就马上就完了，真的。你不要认为四个月难过，没有什么难过嘛，哈。起来上殿，上完殿过堂扫地上课，眯一会儿吃饭，吃完饭再眯一会儿讨论，上晚殿了吗？上完晚殿还来不及晃悠一下子诵经，诵完经回去一会儿就睡觉了，打钟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快得很嘛，这种节奏我觉得很好啊。然后你住小庙没事干，就在那里苦哈哈看天花板，哎呀，这天怎么还没黑呢？就会这样，不少人喜欢这样。完了以后，他就觉得说，啊，在外面真的很难。我遇到这样，从禅宗离开，他说，哎呀，他都在外面其实是也挺艰苦的。我说，那你何必离开干嘛嘞？他说，他那共修整天有人管着也难受，啊，难受想哭的。然后你出去难受，在这里难受，出去也难受啊。他说其实出去比在山上还更难受，不信你试试看啊。说我在这里再劝大家，有这么个环境赶紧珍惜一下吧啊。第四，比丘难可教授啊，不受善于啊。律讲了吗？释文律讲了，比丘你跟他讲好话，他不一定听你的，难可教授，不受善于于上比丘舍智，其他的上法比丘不理他了，愿意干不干嘛去呗。这也容易使法灭。第五，共相骂力，互求缠断，互相骂来骂去，互相毁伴他，这样呢会极灭正法，所以身要互相赞叹才是。又云是还是四分律五十九卷当中讲的，有破戒之人有无过失，有五种过失啊。第二是他这个引文跟原文有一点出入，原文我先念原文给大家听呢、啊。原文五种是生病，第一是生病，第二是意斗争，就是容易斗，这个意就是增加斗争，就利益这个意啊，这个意思是增加斗争的意思。生病、意斗争，三是恶名流布，三跟这个三是一样的，恶名流布。四是智慧转少，五死堕恶道，这个五死堕恶道也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这里引文的文本是智害为智者所喝，这个是有点不一样啊。第三恶名流布，四是命中生悔，言文应该是智慧转少啊，无事是作恶道，又善作又上作，这还是四维四分律，但是出在五十八卷，不在五十九卷啊。又善作不学戒，亦不赞叹戒，就是在一个僧团当中为善作的，不学戒，不赞叹戒。有一比修乐学戒，则不能以时劝赞，就是不能及时的去劝去赞叹。我见如是善作过失，故不赞叹，恐于人嬉笑，嬉笑就是反笑，长夜受苦啊。这律藏里面这么讲啊。十诵云，十诵是的三十四卷，其实三卷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啊。有诸比丘匪学毗尼，遍赞修陀罗阿毗昙，世尊种种呵责。其五下先要好好学戒，诸律都是如是说，佛如是说。但有人呢会学了毗尼，然后他是不要学戒了，好好学修陀罗，学经学论。世尊种种呵责。五分律
卷十六说，诸比丘不诵结摩，不得受具足戒。这句话都搞不好啊，认为这个比丘就不给他受比丘受戒，比丘怎么受不受比丘戒呢？他已经是比丘了，他已经是诸比丘啊，这里诸比丘不诵结摩，结摩要诵他，诵就是背诵的意思，不得为，应该加个为，不得为受具足戒，就是不得为他人受具足戒，就是做戒师啊，这个尊正啊等等。上千律讲，上千律的第十六卷啊，这都是律藏嘛，都出在律藏的22、23、24这三册当中啊。若不解律，但解经论，不得度沙弥作依子。这是诸部律所讲的过失啊，就不持戒的过失。第三点，劝学当中的第三点，业报之是犯罪轻重者，犯罪轻重的行径。经云，这个经云是佛说犯戒罪，他犯戒罪报轻重经，这是后汉安息国的安世高翻译的，叫做佛说犯戒罪报的轻重经。他这底下分成六段，佛告木莲：若比丘，比丘尼，无惭愧心，轻慢佛语，轻慢佛语。现在有不少人是这样啊，这个戒律应该改变了。佛那时候治的，现在不适合时宜，这就是轻慢，无惭愧心，轻慢佛语。犯众学戒，就是百众学，如是天完天寿400岁堕泥犁当中，以人间的数换算，人间的岁时间多长呢？900千岁当中受苦。第二段，佛告不连：若无惭愧心，轻慢佛语，放波罗提提舍尼，就是像迷毁戒啊，如33天寿千岁堕泥犁当中，以人间的数是3亿6千岁。第三段，佛告木莲：若无惭愧心，轻慢佛语，放波依提如夜摩天寿2000岁，是2000岁堕泥犁当中，以人间的数是21亿4千岁。原文没有20亿，原文是20亿4千岁。这个一可以括弧一下的。佛告摩耶：第四段，若无惭愧心，轻慢佛语，犯偷懒遮如捣碎天寿4000岁堕泥犁当中，以人间的数是51亿6千岁。第五段，佛告不连：若无惭愧心，轻慢佛语，犯生且不施杀如不交乐天，就是这个寿命是8000岁堕泥犁当中，以人间的数是230亿4千岁。佛告木莲：若无惭愧心，轻慢佛语，放波罗夷如自在天寿16千岁堕泥犁当中，以人间的数是921亿6千岁。这是犯罪受报的时间，因为不忏悔的情形啊。总计生泥，总的来说，总计生泥以5篇7句的罪，且篇句当一罪论之，就是篇句当中犯一种罪，加起来呢，如人间日夜岁数，合有1261亿5千岁堕泥犁当中，这是总数加起来，如此之长。圣教不许，就是佛所制定的经论当中不允许毁戒的意思。特悉敬尊，宜
修方便，检查牲口，蓄志专从，蓄志就勉励，勉励自己，然后去装门，然后崇尚一戒，高慕前圣，高慕就是仰慕过去已成圣人者，不得自带轻慢佛语，故经云。故经云这里有两部经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它这里没我们原文没有说是什么经，那么查到是《大宝积经》卷119卷啊，119卷有这么五句话，他说正法住正法灭，别解脱毗尼毗奈也，正出家受具足，为大乘故说此六处。这是大宝积经里面讲的，那么圣曼经里面也有讲到，圣曼经也有讲到这样的一句话啊，叫正法住正法灭，波罗提木刹毗尼出家受具足，为大乘故说六处。这两部经分别出在大宝积经，出在大正赞的第十一册，圣曼经出在第十二册当中，有这样的文，可以这样，故经云正法住正法灭，意在之。这正法住是因为持戒的缘故，如果正法灭是因为匪戒的缘故，讲这么一个道理。好，那么劝学很明确，因为您稍微比较短好懂，顺则顺戒诸经论啊，诸经律论所讲的功德，如果违一戒违背一戒，那有种种的过失以及他的罪报。好，我们今天先看到这儿，下一次我们是从第二天开始。那么有人问说，这个泥钞什么时候能学完？我不知道，说不来。它篇有长有短，有的篇只是一页而已，比如说六面呐、然后受欲呀、续众啊等等，很短的。有的篇很长啊，像随戒就很长，以及受戒都很长。那我们看因缘，这个学下来，有因缘的人我们一起把它读完，没有因缘的自己读而已。好，愿以此功德